铁老鼠，局长办公室怎么走啊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个，你可以问问你的兄弟们，他们也许比较清楚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他们好像说不了话了呢。不过你还会说话，能告诉我？免得我找你们这群铁老鼠一个个问。你们是不是只会拿着铁东西指着我？好吧。怎么了？有什么状况吗？又一只铁老鼠。站在那儿别动！快告诉我，你们局长办公室在哪里？身体怎么动不了了？别！快快快！尖兵入侵，准备战斗！是。在增援来之前，一定要把他拖在这里。罗老板，东西已经拿到了，我要怎么交给您？还是暂时交给安控局保管，等待时机成熟，自然会找人取回。安控局是很感激金盔蛇对我们每年的资助，但是此物非同小可，安控局恐怕承担不起这个损失。保住这东西就是保住了你的命，至于要是把这东西弄丢了，这东西要是放在安控局，我怕不等你来我就要归西了。干掉入侵者了吗？你让我找的好辛苦啊！局长大人，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吧？那个东西，我觉得呢，不是你这个年纪能拿得住的，只会为你带来不少麻烦事。所以呢，乖乖的把东西交出来呗，这样我们还可以交个朋友哟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请你立马离开这里。看来人上年纪了，脑子也变得糊涂了。闭嘴！你们这些扭曲的人心怪物，都去死吧！既然你这样讲，那只好让您老人家先走一步了。去你在中华，很勇敢，天命中选。
只小老鼠。你想怎么玩？先卸掉你这条多余的麒麟臂怎么样？玩够了，就快把东西拿回来吧。老大在催了。